天是2023的最后一天了，车有够多了，五座山都是，我在上面非常疗愈，好多蜜蜂哦，哇，前面开的比较茂密，有点日式风格，韩哥说他要在那里听音乐，前面有小云海啊，这个是银杏树啦，有那个封面照了，没料的不啊，这也是用餐区，高山青菜汤，这才丢掉，一个很帅的姿势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in Life。今天呢，带过去南投国姓赏梅与日游。那今天是2023的最后一天了，希望不会塞车。废话不多说，出发，走喽。这首是没有那个版权。停好车了，这里的停车场都要像这样路边停车。这里是九间茶厂，然后我们刚才在这里会车，超难会的，所有车都卡在这里。你看，基本上你开到这里一定要先回转，因为前面这里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回转，然后还好我们刚才已经回转了。塞爆咯，嘟嘟嘟嘟嘟嘟座山都是臭宅男啊，硬要玩手游。哇，还可以再上去，真的是整座山都是。哇，下面有。这有一个岔路哎，不知道走哪一边，走这边好了，人比较多。
感觉目前花况没有很旺盛，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花。走在上面非常疗愈，看起来应该是还没开花，应该是正在而已，所以大概三四成左右吧。那边就开的比较多一点，这个是樱花吗？好像是哦。这里整座山都是。好多蜜蜂哦，正在采蜜。哇，前面开的比较茂密。哇，这里就真的没了。对，蜜蜂很多，然后蜘蛛网也很多，随便就好几只。对，蜘蛛超多的，来特写一下。对，就好几只了，你看，哇，它们颜色都很鲜艳。哇，这个很像一个背景呢。这个很像明信片上面会有的背景，有点日式风格。这里走下去不知道什么，希望是绕一圈。这个角度也很 OK， 说实在的，你看整片山都是。我刚才好像是在那里，然后我从那边走过来，等一下我就走右边那一边看看。对，好像有点颠簸。我靠，那蜘蛛离好近哦。凶宝，我在地上滑，要小心，湿的。这边不知道有没有路可以出去，感觉是人家住家。这里有梅花雪。哦，我走出来了。有啦，后来进门没啊？有啦，啊，跟你装水啊，有啦。哦，我经过人家家里，他们在吃午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刚才是从这里上去的，然后绕一圈，从那个住家下来。下来了，他还在那里。韩哥说他要在那里听音乐。好，我换走这边，来去探险呢、啊。有哎、欸，前方有一片。
哇，前面有小云海。下去喝咖啡，下去喝茶。喂，两个听鬼条歌啊！哎，阿弟弟啊！有花伴着蝴蝶，不愿可以让幸福黏人，期待红色分享喜悦。一生只领钱包，我头也不敢喝。能让天地难测，不可能写外带着我。寂寞双手握不住。走了。哇，这棵树很绿哦。啊，这个是银杏树啦。买银杏树哎，哎，你买那个可以银杏下面。这个阳光好美哦。走，我们去买高丽菜。这边好美。45块几碟？赞，赞了。看一下这个招牌写什么。哦，没有，这个是一个植物造型。走，那来杯高山高丽菜，买回去给我妈炒。结束。这是黑呢，垂音呢、啊。你可以跟垂音拍照。嗯，所以有那个封面照了。哎呦，正在开花。啊，太好了！把这个要加钱。不行。大白菜哦，它是金呐、啊。不是颗。9斤，一颗不知道几斤呢，想要捧场一下。今日肉燥饭跟炒米粉，然后都有附汤哦，烧完为止，没料的无啊哦。看一下，这里有 Q 梅100，这里是 Q 梅，是罐装的，然后梅醋。梅精，酸梅汁，辣椒酱、哦。这也是用餐区，厕所一样没有？没有。好吧，一样。拜拜。拜哥。就是菜汤，吃个肉燥饭附汤。你讲的是炒米粉，我不该吃米粉，巧克力松饼，来吃梅子茶，没有冰的。哦，你看，我刚才有看到他那个松饼很大一个，看起来交通已经顺畅了。哎，没有，那边要上来，还卡在那里。来特写一下9间茶厂的这个建筑物，想要在这个位置拍会比较好。这样，然后走下来，这是它的步道，目前还没开花，这一区都还没开。哦哦哦哦哦，好了好了呀！菜的味道，再放。它是青菜汤吧？哎、高山以菜为主的、高山青菜汤跟肉燥饭，那90。肉燥饭配笋干嘛？吃笋干。高山笋，啊，这是梅子茶，
我姓林。就梅子茶。很浓哦。你领干嘛？很像那个梅子绿茶。很像梅子可乐。这应该是芥菜哦，芥菜的味道。然后我喜欢它的汤味，它的菜味。暖物啊。我们就是缺一个蜂蜜，哎，对对对，我那边是巧克力松饼。对，就是孩子啊，终于不晚了哦。那我叉子跟刀嘞，比一个很帅的姿势，要帅哦，来，阿烈桃摸。哎呀，这肉燥饭就中规中矩。这才九角，完食了。这个青菜汤推啊，好喝。路买一颗芥菜来吃。那我们要下山了。这里有停车位了，大家都下山了。刚才买的菜在这里耶，嘿嘿。好的，各位，那今天九间茶厂赏梅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。那我觉得这里就是会车有点困难。然后上去有一大片的梅山可以赏啊，一大片的，那也有小吃可以吃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如果喜欢影片的朋友，就要把那个喜欢；还没订阅朋友，就要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部旅程见，拜拜。其实从这边上来，整条路都是梅花，其实路上就可以开始拍了，拍拍拍，然后一直拍到茶厂那里，刚好吃东西，肚子饿了。下面会比较好，因为上面交通会很混乱。我们现在下山是走另外一条路，然后刚才上山是走另外一边，这样就不会会车了。上跟下是不同的方向。